方是陳濟棠墓，我們之前也有介紹過，陳濟棠將軍和香港有很密切的關係，曾經何時他是廣東的軍閥，主政的期間是廣東最繁榮的時候，當時和香港各界都是有聯繫的，跟文泰港督的時候和陳濟棠主政的廣東也都有一些叫做跨境的合作。陳家的後人在香港曾經是有很大的產業，譬如在北角是他們的勢力範圍，我們曾經都介紹過，我們今天就不再補充這一段了。我們講的這個地方，話說在陳濟棠曾經是挑戰過蔣介石的政權，也是不成功跟著下野，但是去到抗戰期間都叫做和好了。1949年就也都是跟了蔣介石這邊就遷台，所以話佢哋嗰個恩怨應該就叫做呢方面就解決咗嘅。咁去到佢過身嘅時候咧，50年代啦，咁亦都係以一級上將嘅殊榮啦，去得到國葬啦。當時蔣介石咧就吩咐係要大搞呢個喪禮，因為嗰時係遷台冇耐啦。咁話説佢嚟到台灣嗰時就係想搞學校，德明學校啊。咁揾校址期間咧就不幸病發身亡。咁當時咧就全個台灣嘅政要咧都係嚟到呢度去列隊歡送。咁亦都好多民眾圍觀啦，畢竟佢係一級上將啦。咁再加上佢係有錢嘅，即係家族係有啲資產嘅。咁所以咧，就係一件當時嘅大事啦。而喺當其時咧，蔣介石嘅政府咧就將呢一忽地前後咧係夾夾埋埋，應該係4000多平嘅，就俾咗陳家做陳濟棠嘅墓園嚇。咁4000多平係幾多咧？我哋而家乘翻30啦，大概係知道係相當之驚人嘅面積。但係嗰陣時咧，呢個地方北投啊，係一個郊區嚟嘅，咁啲地又唔值錢啦，直到近年咧先開始開發。在陳濟棠的後人覺得這塊地重要之前，其實主要都是他的一些舊部去打理的，因為他有10多個仔女，全部基本上都不在台灣住，有些在美國、加拿大、香港樣。去到90年代，就他有一支的後人就想將這塊地賣，因為就開始值錢了這塊地方，4000多平是很大的面積，但是另外一些的後人就不同意，雙方是爭持了很久，到現在為止都是無頭公案。話說到90年代，有一支嘅後人就話賣咗，得到業權持有人嘅同意就賣俾建商，跟住咧又將陳濟棠將軍嘅遺骨咧就起咗出嚟，就將佢重新安葬，跟住呢個地方咧就變成咁樣啦。咁到佢另外一支唔同意變賣嘅後人咧嚟到呢度先發現，哇！原來已經係搞成咁樣，咁就開始打官司啦。咁成件事就係好複雜嘅，咁呢牽涉到家族嘅嘢，咁我哋就唔 comment 啦。咁但係任何人都覺得好可惜嘅，因為呢個地方本身係一個台灣民眾以前經常嚟到呢度參觀啦、休憩啦嘅憑吊啦，亦都係附近景色好靚啊。咁一個好多人嘅集體回憶，亦都有好多好重要嘅歷史文物喺度嘅。咁但係全部咧都係被破壞曬。喺陳將軍嘅遺骸被起出嚟之後咧，就附近所有有價值嘅嘢都係被破壞曬。咁邊個做咧？唔知。咁亦都有好多作家講過個點咁惋惜啦，同埋佢哋以前同埋而家嗰個對比係幾大。咁啊，剩翻我哋而家可以見到有明確即係追蹤到嘅痕跡咧，就係隔離呢一個墓志銘。呢個墓志銘咧，我哋可以睇翻啦，係一個都係書法經典嚟嘅，因為佢寫嘅人咧就係於有任先生啦，亦都係即係叫民國四大書法家之一，係當其時咧亦都有官職嘅，就係監察院長啊。咁於有任亦都係民國嘅要人啦，競選嘅副總統啦。咁當時即基本上任何要人離開或者有咩大事咧，佢都會送一啲墨寶。譬如之前我哋去個互聯將軍嘅故居啦，咁開頭入去嗰、那個墨寶啦，亦都係嚟自於有任。咁呢個墓志銘咧就係於有任親筆寫嘅，就係講翻陳濟棠一生嘅事蹟啦。咁我哋可以見到，即係講翻佢陸軍一級上將生涯，去到佢過身咁樣。咁呢個已經係成個墓園荒廢咗之後，唯一一個佢嘅後人或者係。即係唔知咩人啦，係冇破壞嘅，咁呢個先可以完整見到佢嘅一生嘅功業。其他本來仲有一啲嘅重要古蹟啦，包括咗隔離本來有一個陳濟棠自己嘅紀念館，係有啲佢嘅生平嘅展品啊，依啲全部咧亦都係冇曬。咁所以我哋嚟到呢度，而家如果要揾翻騰吊翻或者係回想翻當時嗰個場景，就只能夠由呢一個墓志銘開始啦。呢、這個地方本來就係陳濟棠墓園一個比較宏偉嘅部分，就是一嚿速表石嚟嘅。咁我哋而家淨係見到一堆陶然擺壓啦。但係我哋可以即係回想翻或者係重組翻，如果喺全盛時期係點樣嘅咧？咁呢度我哋見到一啲文字嘅，呢度有啲文字。咁其實咧就係一個對聯，
係當時喺中華民國副總統陳誠親自所寫嘅。咁而家就係得翻一啲好似爛石啦。咁但係如果將佢哋復刻復修翻咧，其實亦都唔應該太難嘅。咁就算要賣都好啦，有啲有價值嘅文物係可以成個千二噶嘛。咁但係就似乎有人刻意要搞成咁，就令到佢再冇保留嘅價值。咁要賣係咪會賣得順利啲咧？唔清楚。咁我哋而家可以見到嘅咧，就係話喺90年代之後咧，似乎就冇人再去重修翻啦，因為產權、業權等等嘅問題都係有爭議。咁就慢慢就變咗係而家呢個模樣，就充滿住歷史嘅唏噓啦。因為本來咧就係陳澤樂墓園嘅噴水池啦，咁我哋啊見到本來嘅裝潢啦、個設計啦，都係好典型嘅中式嘅庭園，亭台樓閣比較靚個廳咁樣。咁提到呢度嘅原因咧，就係我哋見翻歷史嘅圖片啦。陳家喺北角嘅妓院咧，正正係有一個好大嘅噴水池，跟住先上到去佢哋嗰個別墅式嘅建築。咁而家就再見唔到啦，得翻妓院街啦。但係我哋見到嗰個設計咧，係依稀有一啲一脈相承嘅。咁我哋再睇翻嗰個噴水池本身喺嗰個佈局，亦都係喺嗰個墓園中間正中嗰度。咁我哋可能可以推想啦，呢個係佢哋家族當中可能有一定嘅意義嘅。不過而家去到呢個模樣，我哋要揾翻佢後人先可以知道有咩嘅含義啦。但係我哋可以對照翻喺香港嘅照片，就睇到香港同埋台灣有好多人物，其實都依然係有好深嘅淵源嘅。涼亭咧，亦都係陳澤樂墓本來嘅一部分啦。但係就好明顯刻意有人破壞，同埋要剷除曬歷史嘅痕跡。我哋而家淨係見到咧，譬如話呢度係有咩自強營造廠建造啦。咁而隔邊咧，隔離咧就係有個日期啦，應該就係過身嘅時候啦，就係民國43年5月，咁即係1954年啦。呢度應該係有個石碑嘅，咁但係而家就依個係 face down 咗啦。咁有咩文字都係唔知道啦，同埋似乎係專登有人係剷曬啲文字。咁我哋嚟到呢度嗰個感覺，除咗話係睇翻呢段歷史之外咧，亦都係講翻好多喺民國時期好有輝煌事蹟嘅後人啦，同香港其實咧都係好有淵源嘅。但係佢最後咧都係比較默默無聞咁過咗生啦。譬如話喺香港啦，我記得我每年去掃墓嘅時候咧，旁邊都有一位黃毓初將軍嘅墓啦，喺我先人嘅啲朋友嘅附近。咁但係佢當時係都係好差唔多同陳濟棠咁樣嘅 standing， 佢係廣西省政府主席。後屘咧就喺香港做漁工啦，去到70年代過身。所以喺香港、台灣其實有好多好重要嘅人物嘅事蹟啦，亦都係反映咗曾幾何時呢啲地方就係各方嘅勢力咧都係並存嘅。咁今日我哋只能夠喺一啲台灣嗰度揾翻嗰時嘅歷史。但係如果香港仲有類似嘅墓地咧，都好建議大家趁而家仲可以追尋，就去揾翻真正嘅歷史，留翻我哋嘅記錄同埋印證。